就穿着比基尼，然后去阳台想说要自拍，结果他就把自己反锁在阳台，我就打电话给他，然后他就接电话说：“喂，我在阳台。”我说：“你在阳台干嘛？”他说：“我被锁住了。”混世马拉松有这么蠢啊，同学？因为从录影到现在，应该就发现有很多蠢事了吧？蛮多的，对。所以他的生活呢，就是不断的发生一些小白痴会做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之前有一次去那个日本的大型电影 party， 然后他就为了想要炫技跳舞这件事情，他就直接当众穿着牛仔长裤劈腿，结果一劈，牛仔裤直接破到腰部。而且重点是他本人没有很 care， 他继续这样子穿着开裆裤，然后玩了好几个小时。哇！哎呦！而且在这中间的话呢，我们隔天一起想说要一起去吃午餐，因为他很早起，他大概九点多就起床了，他就穿着比基尼，然后去阳台想说要自拍，结果他就把自己反锁在阳台。哇！我们中午想说要出门了，怎么找不到他？我就打电话给他，然后他就接电话说：“喂，我在阳台。”我说：“你在阳台干嘛？”他说：“我被锁住了。”而且重点是他穿全套比基尼，我们那时候住二楼，下面就是人来人往的车潮。我觉得他也很真的是心脏很大颗，因为他被锁住了，他也没有求救，他就直接在躺椅上面晒太阳。哎，也不错啊，晒太阳，享受生活，乐观的。对啊，诸如此类的事很多哎。好离谱，你怎么那么离谱哈？因为我这人就是随遇而安啊，事情遇到了就遇到了。哎，我觉得他很呛哎，那个性。对，天呐，天。他有一件更呛的事情。还有。对，就是有一次啊，我们那时候大概也是七八年前，我们去马来西亚表演。反正我们那时候一起去表演，结果呢，他就想说要喝一点点酒，然后壮个胆。可是因为他酒量很差，他是东区小甩炮，所以说我们就什么？他就跳舞的时候，一个转身在甩头起来的时候，我们想说，哎，我们的团员怎么少了一个？他直接掉下舞台。哦。但是他没有跌倒，这才是很神奇的地方。这到现在都是未解之谜。哦，他落地之后平安落地，还在还摆好姿势，披好。欢迎方小如出场。原来啊，你的朋友都饱满，朋友都超。你的朋友是穿战袍来的，你是跟他是怎么认识啊？我们以前因为我是活动主持人，所以他那时候是我们的 show girl。哦，对，是。啊，结果你们两个还同校。没有，我们没有投校。我是认识他的时候，他是大学生，对，所以是他大学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，认识很久。所以你看，现在还有在联络吗？有啊，现在有啊，有，还是好朋友啊。是的，是的。你跟他爆料这么多，但他个性真的在艺能界就这样啊。对，因为他就是个小白痴，他是一个很透明的人。大学有交男朋友吗？大学肯定有的。对呀，我国中就交了，你小看我。很凶。柔软摸摸乐，说实话，你露出摸柔软摸来，就是比柔软，然后摸到色块，哦，比那个柔软度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个都会玩嘛，哈，会玩。OK， 对，这个长青组呢就派出两位女生，对，那你们就配出两位男生啊，好不好？只好这样。那第一个是谁？第一个你，哇，好吧，第一个来。这边强棒，强棒，那边就是子霖啊，子霖是吧？应该可以拿吧？没事，因为他们互看不顺眼，应该让他们。哦呦，对啊，你自己要还挑人啊？不是宇轩啊，他要宇轩啊，不是，因为这样节目才会有一些懂了，是用心良苦，你想选宇轩啊？我不是，他只要给谁？对啊，没有，我选鹏哥也可以，就是熊熊那一期。好，预备，只要给我脱宇轩，来，谢谢脱掉，哎，谢谢脱掉，好，预备，来，先色颜色。蓝色的，蓝色，不是脚吧？蓝脚，不要头，蓝头，我住在蓝头，蓝头，你蓝头的相亲呢？蓝，哇，你要攻这么深，前面，哇，换我们色了，来，立冬，来了，小心点，小心，红色，红色。
右手，右手，红的右手，红的右手，红的右手。觉得我的啊，来哦，红手的呢，来，部位头，头，可以逃走了，可以逃走了，逃走了，红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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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你可以，女生吗？红头，你可以动啊，因为现在没有其他部位啊，所以还是要头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再来这边干什么？慢慢换，紧张的，李彤，上头，来，黄的，黄的。黄头，黄头，黄头在哪里？黄头，黄头，我黄头，我黄头。哎，你在看？哇！哇！反应好快哦！哇！大家要不要聊聊天啊？休息一下。来，左脚，左脚，蓝色，蓝脚。蓝脚有啊，我放了。他有放了。嗯，不是，你也要放啊？是吗？我也要吗？不是一个一个位置，来，张峰也要放，我也要放。对，我要放蓝脚。对，左脚放到蓝色，左脚不用，左脚放到蓝色上面。不，那我头可以移吧？我黄头就好。不用了，不用，我黄头。啊！头，蓝脚。来，哎，又是蓝色，完蛋了！右脚蓝色，右脚蓝，右脚蓝，女生右脚蓝色，你有吗？有，你哪里有？膝盖，哪里？膝盖有，在哪里的？装可爱，装可爱。好，有了。蓝色，又是蓝，什么意思？蓝左手，蓝左手，蓝左手，张亮左手。我先把头移到黄的。对，左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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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没有摸到他啊，我在这里。哎呦，哎呦，真厉害！我绅士，我绅士。来喽。哎，我们可以按同一颗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按到我手上就可以。也是。来来来，预备起。哎，黄右脚。哇塞！黄右脚，黄右脚，黄色右脚，哇黄哇，这个关键黄头又要黄右脚，是不是？是我吗？我都要啊，都要，都要啊！哇哇哇！哇塞！不是不是，好看的，不是我在找我的黄脚。立冬，立冬，立冬，谁干了？黄色的右脚，立冬。我先来，你说黄头还要黄右手，对不对？黄头，黄右脚，黄色右脚，黄右脚，黄右脚，黄右脚，再黄头，再黄头。厉害厉害，过瘾过瘾，好玩啊！过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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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玩的好好玩哦。